过伤口的冷风。嘿，迷信了，不痛不痒，就算过了一生。嘿，你为什么看见雪飘落就会想唱歌？为什么在放手时刻眼泪会掉落？一个一个走过，一个一个错过，一遍一遍来过，一次一次放过，一声一声笑着，一声一声吼着，一幕一幕闪着刺痛我。因为享受着他的灿烂，因为忍受着他的腐烂。你说别爱呀，有依依不舍，所以生命啊，它苦涩如歌。因为享受着他的灿烂，存在，一定要看到花。
谢谢。好啊，我们的第二首歌曲，第二首歌曲叫做《马》，然后这一首歌曲其实是在讲，一个不知道你们心里有没有这么样一个人，然后他可能蓄谋已久，已经准备从你身边离开，或者是他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收拾好行囊。要去远方了，在我们知道目送着他又挽留不住的时候，我们只能送给他这一首歌曲《马》。谢幕时光，我
第三首歌曲，其实两首歌曲连在一起要唱的，第一首叫做《如何》，第二首叫做《超度我》，为什么把这两首歌曲放在一起演唱？原因是因为这两首歌曲都是我们用，电子含有电子的元素和东方的元素。这两首歌里都会听得到，所以我们把这两首把它做一个结合，也不是结合，就是把它连接了一下，其实就是很有，你们会听到东方的元素和电子的元素在里面，然后还会看到我左右两边会使用这个 Launchpad 来作为我们的演奏。曾经那么相信，只要勇气就会看到天明，可惜乌云太轻，祈祷你已不能看到我真心。不再爱你，如何不再想你？像一个流星划过天际，像一个沙粒沉入海底。如何不再爱你？如何不再想你？像一个流星划过天际，像一个沙粒沉入海底。
超度我。谢谢。好啊，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时间过得有些慢了啊。不知道大家对我们的歌曲还喜欢吗？
如果喜欢我们的话，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福禄寿。我顺便再来介绍一下吧。我们三个是三胞胎，就是孪生三姐妹。然后我是老大，我叫豆豆。然后这边这个是我是老二，我叫捏捏。然后这边这一位是老三，叫做咪咪。好。我们下面演唱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梅漏》。好啊，我们梅漏的意思其实它是一个也是偏电子一点的、电音一点的一首歌曲，讲述的其实我们心里，虽然说我们是外表是迷你大火，其实我们外表是女孩子，然后其实我们的心里也是心里也是很住着很有力量的东西，然后我们在想我们该怎么样用音乐来把我们这种充满力道的东西来表达出来。然后还有我们的歌词，在《梅漏》这首歌里边，我们想说的就是一个人这一生就是一个人，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人从有到无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抛开身边的任何人的话，其实就是只有我们自己来走完这条路。那其实人的本身就是一个灵魂披着一个人形的外套，这个人形外套怎么说，披着人形外套的战士吧。我们其实一直在一条路上，不能回头的一条路上一直在冲锋。那我们的路的尽头就是我们破碎的时候，我们破碎的时候也是我们重组的时候。那这个过程我们三个管它叫做梅漏。那么你即将要升级，要变成别的生命形式的时候，才是你怎么说，是我们三个人所追求的。梅漏。
谢谢，欢迎大家来到网易云印地 Live 啊，我们是福禄寿，接下来有一首歌曲是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的温暖的一首歌曲，下面这首歌跟我们的亲人有关，然后。是哪一位亲人呢？就是我们三个的外婆。我们的外婆从小陪着我们一起长大，然后我们三个人的第一台钢琴就是外婆买给我们送给我们的礼物。然后我们当时外婆给了我们这台钢琴之后，我们就其实是正式开始了我们的音乐之旅。在这条路上，外婆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
关怀，然后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三个人嘛，在他的眼里就是三个活宝，然后外婆特别喜欢给我们讲他年轻的时候的故事，因为下面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玉珍，然后这个我们平常就叫外婆，就管她叫做外婆，玉珍是她的名字，也是她的小名。玉珍这个名字谁来这么叫她呢？那就是我们的外公，只有家里全家人只有外公会这样叫她，叫她玉珍。然后非常的，我们当时从小就觉得这个名字从外公的嘴里说出来，然后再轻轻的再唤她，唤外婆，然后我们感觉非常的好听，这个名字从小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自己外婆或者奶奶的记忆有没有很非常的深刻，其实在我们的记忆里永永远远都是小的时候小学放学回家的那个下午，尤其是星期五的下午放学会很早，我们会就是一路疯跑回家，然后玩的满身都是汗啊土啊，然后特别脏，然后我们回到家看见外婆早早的就站在门口一直等着我们，就非常慈祥，然后她等着我们回家吃饭，然后我们会打开让外婆帮我们把小桌子摆上，然后打开电视机，然后去看那个6点钟准时播放的动画片柯南，然后有的时候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绿豆汤，还有外婆可能有时候会给我们准备一碗绿豆汤，非常甜的那种绿豆汤，还有茶泡饭啊，我们生病的时候，尤其是小的时候，身体如果感冒啦、发烧啦，都会得到外婆的一个特殊病号大礼，就是一碗茶泡饭。然后这个是我外婆的独门绝技，那个茉莉花茶，用茉莉花茶和加糖，然后泡那个米饭。对，茉莉花茶加糖。泡米饭，然后那个茶不是热的，还必须要等它晾的温一点凉一点，然后加上了糖，冰糖，然后泡在米饭里边就非常好吃，因为生病的小朋友都没有什么胃口，所以尝到外婆这一碗特别甜特别凉的茶泡饭，当时就非常的温暖开心，然后已经很满足了，就是每一个病号才有的特殊待遇。然后现在我是不是我在这儿讲我们的外婆的时候，你们肯定也能想到你们的外婆，然后你们在小的时候跟她的回忆肯定现在就慢慢浮到你的脑子里边，然后在你的脑海里面你会想到一些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声音，还有熟悉的触感，然后因为我记得我们的外婆，她的皮肤软软的，然后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会把冬天会把我们的脚放在外婆的肚子里，然后外婆的肚子永远是特别的暖和，然后我们的脚太凉了，所以要贴着外婆的肚子睡觉，然后这个是我们从小的习惯，我知道你们肯定也能想到你们和外婆之间的各种回忆，但是现在呢，外婆已经离开了我们，然后去到了天上，我们幻想她
在那一片世界里有一个花园，然后有一些小动物陪伴着他，我们也时常梦见他，一直看见我们，他也一直应该能看得见我们，然后也会看着我们现在给他要唱的这首歌曲《玉珍》。这段路等我的话
谢谢。喂喂，嗯。你说这风景如画，我看你心愿意吗？就别再听我说话，把伪装都卸下吧。
谢谢你们，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稍微躁动一点的马。是不可能的伴儿，就现在奔向你，然后抱紧你，这是不可能的吧，在人海中春暖花开，我们就相见。大家喜欢福禄寿，福禄寿就会常伴你的左右。
你们。